大家晚上好，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个融创帽啊，这上面因为它这离东方影城比较近嘛，所以说它上面有很多的梦露。哎，这是玛丽莲梦梦，那谁呀？看不清近视。下面有一个打篮球的一个场所，这有一个帆船，还挺漂亮的，从外面看还挺漂亮的，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也是比较冷清。等一下，我登录我的一个健康码。他这有个大的钢铁侠。带大家转一转，看一看。我刚刚为了换那个健康码，然后耽搁了一会儿。华为人都不是很多啊，现在疫情期间对这东西打击的还挺大的。乐福珠宝，这有一个青岛东方影都什么东西，卖房子的，史努比。这有一个融创乐园，好像100多，也不便宜。啊，这是卖帽子什么东西的。但是还是挺漂亮的啊，其实有融创帽差不多，很多大城市有融创帽的都差不多。就带大家逛一逛，看一看，路过嘛。这家星巴克，
我现在应该啊都不会觉得会有哪个商场人会比较多。大联盟，现在是晚上的几点呀？这个是一个溜冰的吗？滑冰场，就一个小朋友，就一个小朋友。哇，这是森马吗？啊，这是森马！我的天哪，森马！这看不出来是森马。哇，这条龙，这个龙，电影世界，国民走路鞋，你看这个鞋，全部只卖这一双，我的天哪，99。很，好像他一家店只卖这一双吧。我不知道，不乱讲的啊，乱讲的，反正卖的款式比较少。这是影城入口，他说我是直播的，我才不是直播的呢。这家超市，走了，出去了。他这门口也有很多店，门口有家麦当劳。哎，不是麦当劳，麦当劳在这。我的天哪，外面人都很少。卓别林，好，谢谢大家。